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比较固定式的一个动作，所以它很简单的。所以我们只要那个脚稍微就是跟你的髋骨、你的盆骨是同宽这样子，那么我们这样一个蹲的动作，两只手把它卡在你的两腿之间，只是这样的一个90度，然后我只是要微提下来90度，再微提再下来，所以整个的重量主要都是在你的臀部。所以你会很固定的去修它，那你的背呢要直，不要弯。